上也就发现二哈智商有限，行为瞬息万变。他们偶尔不满社会，喜欢处处和人作对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差，自己跟自己打一架，出门在外不听话，主人心态要爆炸，叫床服务很到位，有他谁都别想睡，生活丰富羡慕多，偶尔坐个摇摇车，勤勤恳恳修车工，钻不出来快发疯，同样都是二哈，智商很大落差，沙滩打开格局，身姿妖娆没够鱼。不相信矿没老板，生活悠闲有品质，吃着零食看电视，沙发上面翻个身，摔得眼花又头晕，下雨漫画没生意，二哈表示很生气，创业永远不嫌晚，简单开个小面馆，或许是脑子不太好，别人握手他握脚，勤奋刻苦很少见，抓紧机会锻个炼，一生放荡不羁，没事蹦个野地，全面发展二哈，天生注定歌唱家。好了，要想生活不累，多看解忧大